哎，阿英老师今天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就风尘仆仆。风，对，封城了，还没封城，不能封城，不是不能封城，对，那个因为都在台北哦，然后阿英老师说常常很怕我那个公司不见哦，然后他就看不到我，不是啦，哎，对你刚好今天没课是不是？不是，下班赶快过来。哦，下班过来。对。哦啊，那个可是现在怎么办？现在都那个第三集，然后都已经哦。你是问我你的公司怎么办？然后好好继续经营啊，要有等一下。其实我觉得不管是老师或生意人、哦、其实你们在业界一定那个紧张度要比我们老师要来的高。但是我觉得疫情来的冲击下，其实不管是各行各业，这个脑袋要有一个，包括家长哦，我觉得那个脑袋的另类思考。很重要啦！你看，你觉得我在做什么？你有没有觉得我的皮绷很紧？我这绷到都凤眼了。对啦，我都担心你那个纸品，本来那个我们班要用到的纸品，现在都用不 了。皮都要绷很紧啊！鳄鱼皮本来就要很紧啊！那你有什么事要问啦、啊？对啦，那现在老师停课已经两个礼拜、嗯，因为今天6月1号了，你知道吗？哦啊，然后。已经停了2个礼拜，5月中到现在了、嗯，听说还要再停到6月中。嗯，我觉得有可能会直接停到暑假了。那我好奇的是说，最近这半个月这2个礼拜来、嗯，你觉得以你老师的角度，嗯，哦，就是国小老师啊、的角度啊、哦，萌小三哦啊，然后我看你也开始在线上直播哦，那我好奇的是有没有遇到什么？不适应或是挑战，或是在这个直播的过程有没有什么小故事可以分享？糟糕，我都很适应。很适应，我问错人了，不好意思，今天节目就到这里、哎、等一下让我讲一下。好，我先讲一下，其实我遇到一个很大的挑战。第一个最大挑战就是我是3C 小白，我真的非常不会。我其实我觉得我非不是说非常不会，就是说我很不喜欢学这些东西。什么是山西小白？你是山西小白、就是、哦，不是山西小黑。你就在小三，对，你是黑马。就我是一个不太很不喜欢接触这些电子产品的人，我都觉得能用就好，你要专心听嘛。然后他们听。你刚刚想什么问题？就是最大的挑战、哦。对，第一个挑战就是我开始要那个直播课程，我软体都不会，那我就当然很害怕。我记得我们那天是。台北市是礼拜二就开始停课，所以我就赶快去跟我们资讯组长很好，就教我们大家。我就那天早上赶快把它学会，然后找一个同事跟他一起试尝试他当学生，然后登到我的教室来。你这样都会害人家分析。然后其实我觉得几次之后，就是我跟他练了几次之后，哎，我就不怕了。其实我根本没有什么把握，但是我觉得我可以让孩子看到我。我觉得这件事情就让我可以很安心，我只要能够直播，像现在这样子可以连上，我就安心很多。然后其实礼拜二啊，那一天学好了，礼拜三我也不管我学到几分功力，我就觉得我要见到学生。那有一个很重要的点，是因为叶秉承教授在那一天的脸书上有说，赶快让你的孩子见到你吧。谁的孩子？老师看到学生还是家长看到孩子？学生，赶快让你的学生啦、哦、你的孩子，你的学生、嗯、见到你吧、嗯、就是因为疫情的冲击下，大家都很多的不安、嗯、然后生活起了很大的变化、嗯、赶快让你的孩子跟你能够见到面，这样。那我就想说至少我可以上来。可是这件事情，对啊，你只能透过电脑跟直播跟镜头啊、嗯、你没办法决定什么时候开学啊。对啊，我是说我开始直播的第一天是停课，就是停课完的一天之后、其实学校都没有规定我们要赶快做直播，可是我就开始了、嗯、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你跟孩子的之间的距离，如果那个没有见面的距离，时间距离拉得越长的话，其实我觉得你们的感情不在了，其实在管控上是越困难的。那有两个考量点，是第一个，如果你是2、4、6年级的，好，你必须孩子要将来要分班了，其实我觉得你更需要透过这段时间培养一个好聚好散的感情。那如果是1、3、5年级更不用说了，4年级他们就回来了，2年级就回来了，你还是得班级经营啊。就哎，老师，你刚刚说你是山西小白哦，然后你从不会直播，不会用什么 Meet 这种什么 Google 的软体啊、嗯、一直到哇，你现在
已经可以听说在直播上面抽奖，是不是？连背景都是在教室很花俏的背景，然后让大家这样子出席率很高。我一直觉得你好像有一些撇步、撇步或是手腕，手腕就是这里的。我一直觉得你一直有一些手腕，哎，那讲的都很理所当然，像呼吸一样，是不是有一些什么诀窍？或是你有没有发现，因为这样子，家长这段期间，你学生的家长啊，别人的家长我们管不了，有没有什么转变这样子？我觉得哈，我刚刚有讲到说，其实你都不要害怕你是三 C 小白，因为同样跟我是三 C 小白的，我觉得一定很多啊，有什么好怕的？但是我第一个，我觉得我抢了一个先机，就是别人还没有在做课程直播的时候啊，我已经先直播了。那我会告诉孩子。老师也是学新的东西，跟平常老师教你们一样，所以你会看到我笨拙的一面，那很正常。好，然后让孩子知道说，老师其实一把年纪了，还是愿意跨出去，为了你们啊，为了时代的潮流，为了你们的学习，老师要学新的软体。那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，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，但我觉得都不用害怕。其实我跟你说，我直播的时候有一天很感动，因为我在弄那个电子书啊，康轩，我平常都用翰林的，然后就用康轩的操作的不太顺的时候，我就跟孩子说，我一直找不到某一个功能。你知道我们班孩子很感动，他们小三哦，就跟我说，老师在哪里哪里啊？可是你知道太多声音了，我就全班教你怎么弄。所以你小白这件事情就浪得虚名，就没有就不白了。小白是真不是哦，一开始全班都知道我是小白了哈。然后呢，我就在那里操作，他们说老师在哪里啊？但太多声音了，我就更紧张啦。然后我就说。好，你们等一下，让我慢慢找。我找一下，不是我说，你们等一下，让我找一下。你们好多声音哦。知道这时候有一个孩子跳出来说：“老师没关系，你慢慢找，我们都会等你。”我跟你讲，其实那一刻间呢、啊，然后有一个人讲以后，突然间这个声音就此起彼落，说：“对你慢慢找，我们会等你。”我就说：“哇，你们对我好好。”其实我那一刻间，这个大概是我这直播以来最感动的一次，因为那天其实我真的很慌张，其实很焦虑，对，是学生安抚你，找不到那个功能的时候，我觉得怎么办？然后我要找那个画笔，要解释那个数学题目，要画重点，我真的就找不到，就是切换上我就找不到，我真的顿时间觉得他们对我好友善。然后其实我自己也很骄傲，就是说，哎，原来因为很多人都会这样讲说，其实你的孩子就是。反射你的样子嘛，对，那我就觉得说，其实也许我平常在教室里面对他们，常常就是会有这些，不是教室语言，不是刚好有这么懂事的小孩子。哎，我说真的不是哎，因为他讲了以后，真的就此起彼落讲。其实我那一刻间哈，虽然在直播，我心里其实很感动，眼眶也有点红。我就说你们，我还记得我还跟他们讲说，你们对我真的很好哎，你们都愿意包容老师的动作慢，跟老师学这些东西没这么快。然后我觉得，可是我去过你们班呐、啊，我发现你们班小三不是一般小学三年级的程度了，我都把他们当高年级教。对，可能以前你十几年是不是？二十几年都教高年级，然后你下来可能第一次接小三，对不对？对，切换不了，你用高年级的方式教小三，结果我一直觉得他们很超龄啊。我是觉得他们被我训练到就是要好像脑袋反应要很快，因为我很讨厌那个，我讨厌笨的人啊，对不起。那我为什么在这里？我没有很聪明。其实我自己也很笨，就是说我的意思说，我其实喜欢孩子自己去动脑筋去思考。那我那天真的做直播，我真的还好，我觉得我在停课的第二天，我就赶快让我跟孩子们见面。所以其实在这停播的不是停课的这一段期间，我跟孩子之间的感情其实连结度很高，我们都没有间断。然后我觉得更棒的一件事情是家长可以看到我上课，这真的是对我一个那个超加分的事情。我知道你要讲的就像我现在看到我女儿每天在家里，然后我就在旁边观察她到底线上课怎么上的，可是我看不到他们老师。你意思说你在上课的时候，其实你小朋友的家长都有在后面默默的观察？也许是，我觉得 OK， 至少一两堂是吧。那接下来今天已经6月1号已经停半个月了嘞，对，接下来啊，那个我想要好奇问一下那个阿英老师，你对于接下来的一些发展的想法以及建议，
现在看的这些老师，可能也都开始在直播了，但是有没有什么小技巧或是诀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？欸，其实哈，我就是那个一招半式学了以后啊，我也没有再继续花很多的时间在真能 Google Meet， 我们是用 Google Meet 上课，我没有花很多时间在这个部分的真能。那我觉得我就是只会最基本的，可是我会把我班上本来班级经营的模式带到我的直播教学现场。那比方说呢，每天早上要我绝对不会一进教室就开始说啊，那大家打开课本第几页，我觉得第一个我一定是问候孩子的健康状况，然后点名啊，然后可能我前一天在班上赖群组看到某个孩子做了什么事情，然后就可能点点他的名字，然后跟大家分享说啊，你做了什么，老师觉得很棒。我大概都是用很夸奖孩子的方式在做这个鼓励，我们对鼓励夸奖鼓励赞赏啊，好，不是很空洞的那种赞赏。欸，其实愿意上线已经不容易了，对不对？嗯，欸，我跟你说，我自己也觉得很骄傲。我们班是前面直播的两天，有一个家长，因为他真的是比较不会这些科技产品，很想要上，一直在 LINE 上面跟我说，啊，连不上，连不上。对。之后克服了之后，我们班从第三天起到现在，每天都是全班到齐。你说还有一个家长是四个小孩的？对，还有四个小孩，我们班有四个小孩，有三个小孩的。其实我觉得他们都排除，还有那种妈妈到工作到早上八，可能七点八点多九点才回来的，就是上夜班的，他就会事前跟我说，老师，我必须要赶快赶到家，所以我只要一赶到家里，我就会赶快让孩子能够上你的课，也许会迟到。其实我觉得，从家长这些反应，我有时候会去想一件事情，说在到底在这一波的停课不停学啊，家长是希望他孩子国语变得很厉害，还是数学变得很强，还是我觉得你觉得呢？很难呐，因为我有时候站在老师的角度，现在应该是为了防疫不得不了。对。然后因应大家在那个学习的进度上又不要落后，有时候又会有一点焦虑啦，所以我站在家长的角度，是我比较认同是老师跟学生之间维持一定时间，因为我也不希望我女儿长时间一直看那个电脑萤幕啦。对对对，好，就基于这样，我其实我自己也是，我当人家妈妈，我也是这样子的想法。那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呢，所以第一个课程安排我不会很紧，再来我非常除了这个我们的直播的学习之外，其实我更强调，我觉得我告诉孩子跟家长说什么叫停课不停学，不停学的这个部分呢，你不要把它局限在课本上，你也不要局限在孩子的功课上，功课的习写上，对，事实上孩子他生活的学习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。所以其实我每天都有请我们班的家长啊做回报，就是他们做了什么，下午做了什么自学的工，自己学，比方自己画画，自己做粘土，自己用纸箱。像我们班有一个好孩子，好好笑，不是好好笑，好可爱，他妹妹就哭哭闹闹，三个孩子，妹妹才两岁多，哭哭闹闹，结果哥哥怎么哄他他都不理，妈妈一直缠着妈妈，他就什么方法都用尽了，就突然跟妹妹说，哥哥帮你做一个车车好不好？妈妈说妹妹眼睛都亮了耶。所以那天呢，他们家用什么做？用纸箱。纸箱，哦，就很简单的纸箱，然后就帮他做了一个那个车子。我觉得很棒啊，就是然后妈妈就说哇 ，yes， 我终于可以脱手了。然后去妈妈去做帮大家准备晚餐啊，做一些其他的家事。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生活上的学习，在这个期间，其实我反而觉得，这是我更关注孩子在这部分的学习，比学科还重要。对，所以其实我给孩子的纸本作业啊，真的没有那么多，而且我都请家长批改。我跟你说，真的不夸张，我们家长都叫我不要改，就怕我眼睛坏掉。然后他们就说他们自己改。我从停课到现在，我只改过一页国习，就是三题造句而已。我没有像其他老师可能就是一直在批改作业，因为我觉得彼此是可以体谅的。很多老师还习惯停留在学校的流程跟学校的进度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我跟你说，这个疫情来啊，第一个真的老师的思维要改变，家长也是。好，那最后安逸老师还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吗？就停课不停学啊，我觉得老师们不要很执着，就是我觉得大环境变化很快，老师的脑袋要跟着变化很快，也不要看
具科技，对，哦，啊，学新的东西，啊，家长也要多多花时间，利用这段期间跟小孩子观察互动，嗯，陪伴，嗯，陪伴支持很重要。对，你知道我在那个疫区，我真的觉得我们老师跟家长的心脏其实都要很大颗，真的真的。然后孩子天天关在家里，就大家精神压力很紧绷。嗯，如果你多看到这一块，哦，其实很多标准啊，不是说你降低了。而是说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什么，我们换位思考的时候，你可能很多事情的做法会有很大的调整，都不是谁的错。你说的换位是指老师也理解家长，对，家长也去感受，哦，平常学小孩子放在学校，嗯，老师照顾也不容易了，当然是这样，哦，对不 对， 对，所以网络上就有流传很多很有趣的那个小笑话，梗图啦，对对 对， 对， 对。好，那感谢那个安英老师，我们希望那个，如果大家还有想要听到什么有趣的分享，我们可以透过我们旁边看起来明明很年轻，但是已经有二十几年教育的经验哦，可以跟大家分享，跟大家分享，好不好？有任何问题都欢迎留言。你。